开始胡思乱想 Time seems endless 有点怀疑自己的方向 Feeling kind of helpless 不太清楚自己的梦想 Maybe cause I'm a mess 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这样脑袋空白浑身迷离无尽的在玩着手机躲在我的被窝反正没人在找我自我怀疑没有信心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莫名其妙总是会有说不出口的压力不能形容的心情破了绯闻在爱情寻找别人的肯定无法描述的孤独别人有的我嫉妒千辛万苦追求什么幸福But I got this cabin fever 体验了多少我的喜怒哀